Hello，嗨，哎，忘了手机快没电了。晚上好，看我们宝贝睡觉。晚上好呀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小闹，今天又是小资本。好乖耶，他好像左眼有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流眼泪，感觉有点发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宝宝，哎呦，哎呦，真会睡啊！晚上好。哎呦，这睡的，会睡吧？睡，哎呦，还偷看，偷看被发现啦！我将睡了睡了，可爱不？谢谢玉米糊糊的，谢谢小玉的星光一盏，快把线给我呀，没电了，笑你鼠，直接坐过来不用，不用，这么它长。很长。哎呦，醒了，谢谢薄荷巧克力爬花的荧光海。你是拍 OK？你够电吗我够了，你这个是快充。？OK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可爱！你看他左眼，是不是感觉有点问题？又睡了。大晚上去哪困？去哪看呀？嗯，报警了吼，拐卖是吧？对，一只眼睛睡觉，一只在站岗。宝宝，你有没有不舒服呀？你有没有不舒服？哦，没有啊，用尾巴回答是吧？家人们，我也太能吃了。我们今天出去吃了很多，然后 回来之后还在吃，看不到，没洗头呢，太能吃啦，是吧？我今天不止吃了一餐，吃了两餐，啊，不对，算三餐了。吃很多呢，不瘦了，好都好好好休息。哎呦，这么可爱，尾巴这么会动呢。我知道我脸太瘦了，但这个没办法，这不是能吃，这不是吃就能改变的，好吗？哟。这么会扫，我也想。哎呦，尾巴这么能动，很牛吧？牛吧，宝宝！哈基米，哈基米，哈基米！看他睡的，我都要睡，我都困了。其实我很困，咱们播到12点，我就睡一会儿。太困了。其实我今天在外面逛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困。哎呦，突然间想起来，我快递还没寄。OK，好的，好的。他不是皱眉头，他这是就长成这样的，人家这长了2个点，是吧，宝宝？谢谢哆，谢谢哆来咪，星光之翼，谢谢哆来咪，星光之翼，谢谢哆来咪，星光之翼。哎呦，哎呦，宝宝，
哎呀，哎呀，做核酸。我纸巾。又干嘛？真是每天来造反的是吧？你们以后禁止，禁止进入我的房间，我现在就把密码改了。矿童在我房间，真是这个女的，点了外卖自己就过来了，服了。就是一听就是黄童。哎呀，你吃饭没叫我？你在吗，兄弟？请问一下，我请问呢？你在吗？你再说一遍。谢谢大风吹来的小猫奶茶。就是困困的，我不住中心啊，当然不在中心啦，因为我不住在那儿，排练多啊，除了明天，不对，明天也有，每天都有，谢谢。干啥啥不行，跳和第一名的星光一盏，谢谢露露的玫瑰花。嗯，说过很多遍啦，我不住中心。说了很多遍，是的，对的，倩倩是我，倩倩那个故事咱们也说过了好多遍啦。没关系，反正也不是最近说的。谢谢大风吹来的小猫的玫瑰花。小树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大家也不是每天守着的嘛。谢谢哆雷咪的星光指引，谢谢202303023221的蹦迪，谢谢哆雷咪的星光指引。没错过啥，就是他不知道我不住在中心。谢谢 VVVIP 1277的荧光海，怎么不念蹦迪少女？因为字太长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好热好热，他是用商场的中央空调，崩溃了。然后问他有没有风扇，他说没有。行，下次不去了，再好吃的不去了。真的，他居然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，这怎么能吃得下去？是不是？哎，大家是卡了吗 ？OK。好苦啊！这凉茶给我命。你吃两，你喝凉茶。我舌头烂了。对啊，真的很热，很崩溃。他还教大家，他说你们把窗打开，就可以吃到商场的空调了。谢谢居居居居嘎嘎嘎嘎的夜蝶，谢谢。这位是新粉丝还是嘎嘎的粉丝？对，他睡着了，他好困，困困哒。是个，谢谢不想懂的星光之翼，是个吃娃娃的店。吃川菜的店，他可能想让我们体验一下，就是四川的室外温度，不是？谢谢茶与酒都是兴趣的玫瑰花，不是卫视剧。川菜，什么江湖菜？喜欢什么味道？我喜欢美蛙鱼头。其他的蛙感觉都就是一般。
还是美蛙鱼头的蛙比较嫩。为啥这么多消息啊？群消息吗？没有。耶，那我看一下消息。笑死！我还想说什么消息？我刚问黄彤群消息吗？他说不是啊。然后过了一下子，就是群消息。我以为你问我是不是对群消息，服了。然后我还马上看了一眼，我是把对群调静音了，把我吓死。我还想说不看。我说如果是群消息，我就不看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啊，一般群消息一会儿再看就行了。一般群消息，对吧？不管，大家都在里面瞎聊。群消息，如果是单独发的，那就是说明有事儿。我感觉我最近回答别人的话好搞笑，昨天也是问我12点，你别回答了行吗？昨天有人问我几点了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58分，我说12点了，他说啊12点了，然后我本来想跟他说58分，然后啊12点58分对，他好困哦，他怎么这么困，他困困的。宝宝看看眼睛，看看怎么感觉不太睡喽。困了吗？没困。哎呦哎呦，这么厉害。不会的，他不是在 wink， 他可能是眼睛有点不舒服。明天看看能不能带他去看看，如果明天还这样的话，他天天都在拍尾巴，不准拍。有点感觉，谢谢，扶苏的星光之翼，谢谢章鱼的巧克力，他没有大小眼，什么时候大小眼？对，明天的星云。太冷了，可能我房间比较冷。唉，幸运，本来早该搞了，我都没有关过房间的空调。也没有调过，什么？这会想想问的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谢谢墨仙奶茶星光之翼，开20几度吧？对啊，我一直都开着的，也没有很恐怖吧？已经习惯了。反正已经，哦，奶酪包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长大了吧，就是没有那么爱吃甜的了。是啊，还挺长的，长长的宝宝。对，只爱喝全糖奶茶，其他的甜品什么的我都就是比较一般，除非是没吃过的就可能会有点兴趣，但是怎么说呢，现在我早上也不会想吃甜品，中午也不会想吃，晚上也不会想吃，想吃的时候才想吃，也不是吃腻，我也没有吃很多，就是
对，可能长大了，就不太爱吃甜品了。很会说话吧？你是甜品脑袋，这么厉害呀？哎呦，真的，看呜呜的，呜呜在睡觉，看的我都想睡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买了这个小菜刀，呜，跟你没关系，还买了一个这个。哎呦我去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，大家猜猜看，这是什么？给壮壮买的。对，有福喽，壮壮，以后压土豆你有工具喽。哎，来比一下是不是？嗯。有福喽，壮壮。恭喜果乐，刚当着他面买的，多好。然后壮壮说，我才不需要呢，我不用这个工具，我也能压。哼，好吧，他是挺厉害的，像吧？谢谢纯树的蹦迪。好，还有4分钟，俺就要关直播了。我就要睡一觉醒来，如果还有很多人的话，我就再开。清澈起来，我现在可会模仿壮壮说话了。谢谢杜立朵星光飞翼，哇呼！谢谢。可以，我要睡一会儿，我太困了，昨天伤到了，不是。谢谢夙愿长的巧克力，开始想了，还有4分钟就开始想了。你们蛮会想的哈。OK， 大家都睡一会儿好吗？大家半夜相见不是？谢谢早早的巧克力，睡到明天上午。OK， 挺厉害的。哎呦，突然前洗澡。是有点累哦，家人们。我刚刚把快要过期的几个翻盘回了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最近太忙，好像也没有很忙，就是感觉自己还怪累的，就是巡演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特别累，但是回来之后就觉得特别累，整个人。还有60-70条吧，是这样的。干嘛？啊，很苦是吧？哇哦，恭喜你！良药苦口。不是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发，我会把快要过期的都回完。没关系，不用增加压力。7月21，不出意外是在的。构思啥？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发的。不，你们可以发，但我可以不回，不是？我会回的，会回的。真的呀。挺累了。 OK， 还有2分钟。波波，你咋有泪痕了？这也不是泪痕的感觉，感觉就是毛，是不是老喽，宝宝？这些毛怎么长这个颜色呢？能不能不长这个颜色？
看起来干净点儿。摸脚脚，黑爪爪，黑爪爪。别听是恶评，笑死！你看脚都开裂了，老喽，老喽，宝宝，是吧？好看吧？好好好，老喽老喽，宝宝。他三岁了，他不才两岁多吗？因为他眼睛好像有点不舒服。你三岁了，宝宝，这么会抱手呢？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，我睡了，晚安。